的身体为之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教导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自由香水海命种种庄严大威力境界世界重名无外境庄严自由香水海命密布宝莲花世界种名最胜灯庄严自由香水海命一指一切宝庄严世界种名日光明往藏自由香水海命众多严经世界种名宝花一处自由香水海命即从慧行世界种名最胜行庄严自由香水海命持妙摩尼峰世界种名普净虚空藏自由香水海命大光遍照世界种名地清具光明自由香水海在这个持须弥光明藏香水海和这个出生广大云这个世界种其次又有香水海这个香水海的名字呢叫种种庄严大威力境界香水海这个世界种的名字呢叫无碍净庄严世界种自有香水海其次又有香水海啊它的名字叫密布宝莲花香水海这个香水海里面这个世界种的名字呢叫最胜灯庄严世界种其次又有香水海这个香水海的名字啊就叫一指一切宝庄严香水海这个香水海也有世界种这个世界种的名字呢就叫日光明往藏世界种次有香水海其次又有个香水海名字叫众多严净香水海这个世界种的名字呢就叫宝花一处世界种自有香水海其次又有香水海名呢这个香水海的名字就叫即从慧行香水海世界种的名字呢就叫啊最胜行庄严世界种那么其次又有香水海这个香水海的名字呢就叫持妙摩尼峰香水海世界种的名字呢就叫普净虚空藏世界种其次又有香水海这个香水海的名字叫大光遍照香水海在这里边这个世界种的名字呢叫地清具光明世界种以上啊所说这个种种的香水海和世界种都是无尽无尽的那么
似有香水海，名可爱摩尼珠，充满遍照世界种名，普猴生，入世等不可说，佛刹微尘数，香水海，最近轮回山，香水海，名出地青宝，世界种名，周遍无差别，以一切菩萨震吼声为题。在这个大光遍照香水海里边，这个世界种地青聚光明世界种，在其次又有香水海。这个香水海的名字啊，叫可爱摩尼珠，充满遍照香水海。在这个香水海里有个世界种，这个世界种名字呢叫普猴生。普猴就是普遍呢有一种猴声，入世等不可说，像前边呢所说这个香水海和世界种啊是很多很多的，所以啊说不尽那么多。有佛刹微尘数香水海，其最近轮回山香水海，又有啊这一个香水海接近，最接近这个轮回山这个香水海，它的名字呢就叫出地青宝。它能啊这个香水海常常啊出现一种啊地青色的宝，地青色的宝常常出现，所以啊这个香水海的名字就叫出地青宝。世界种的名字呢就叫周遍无差别，也是啊周遍法界和一切的世界没有分别啊。一切菩萨震吼声为体，这个菩萨有的菩萨一举一动啊就大地六边震动，好像啊这个大势至菩萨他一举手一投足的大地六边震动，所以这个菩萨震吼激动拥起，这都是啊菩萨的威德一种表现。所以呢这个世界中就以这个菩萨震吼声作为啊它的体性。最下方有世界名妙胜藏，佛号最胜功德会，此上过十佛刹微尘数世界，与金刚闯世界其等，有世界名庄严相，佛号超胜大光明，此上与娑婆世界其等，
有世界名琉璃轮普庄严，佛号须弥灯，于此世界中最上方，有世界名花床海，佛号无尽变化妙慧文。诸佛子比金刚宝具香水海外，次有香水海名从事宝毗尼，世界种名秀出宝床，自有香水海名宝床庄严，世界种名现一切光明。此中最下方，在这个世界中的最下方有世界，又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名字呢叫妙床藏世界。在妙床藏世界上啊，有一位佛在那儿啊教化众生，这一位佛的名号呢叫最胜功德会佛。在这个世界上边过十佛刹微尘数世界，在这个世界与这个金刚床世界齐等，又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名字呢叫庄严相世界。在庄严相世界上啊，有佛在这儿教化众生，这佛的名号呢叫超胜大光明佛。在这个世界上边与娑婆世界齐等，又有个世界，这个世界的名字呢就叫琉璃轮世界，琉璃轮普庄严世界。在这个世界也有佛在这教化众生，这佛的名号啊叫须弥灯佛。在这个世界的种最上方最上边又有个世界，这个世界的名字呢叫花床海世界。有佛在这儿教化众生，这佛的名号啊叫无尽变化妙慧云佛。诸佛子普贤菩萨又叫一声各位佛的弟子，比金刚宝具香水海外，在这个金刚宝具香水海的外边，自有香水海，其次又有一个香水海名从事宝毗尼的香水海。这个世界种的名字呢叫秀出宝床世界种，其次又有香水海，这个香水海的名字呢叫宝床庄严香水海，世界种的名字呢叫现一切光明的世界种。自有香水海名妙宝云，世界种名一切宝庄严光明遍照，自有香水海名宝树花庄严，世界种名妙花坚实，
四有香水海，名妙宝衣庄严，世界种名光明海。四有香水海，名宝树峰，世界种名宝艳云。四有香水海，名世现光明，世界种名入金刚无所碍。四有香水海，名莲花普庄严，世界种名无边暗海渊。四有香水海，名妙宝庄严，世界种名普世现果度藏，入世等不可说，佛刹微尘数香水海，其最近轮回山香水海，名不可坏海，世界种名妙轮坚错，莲花场，一切佛力所出因为体。其次又有香水海，这个香水海的名字叫妙宝云香水海。这个世界种的名字啊，叫一切宝庄严光明遍照世界种。次有香水海，其次又有一个香水海。这个香水海的名字呢，叫宝树花庄严香水海。世界种的名字呢，叫妙花坚士，世界种。次有香水海，名妙宝衣庄严。香水海，这个世界种的名字啊，叫光明海世界种。次有香水海，其次又有一个香水海，名宝树峰香水海。这个世界种的名字啊，叫宝艳云世界种。其次又有香水海，名世现光明香水海。这个世现光明香水海里边，这个世界种啊，名字叫入金刚无所碍，世界种。其次又有香水海，名莲花普庄严香水海。这个世界种的名字叫无边暗海渊，世界种。其次又有香水海，名妙宝庄严香水海。这个世界种的名字呢，叫普世现果度藏，世界种。入世等，像前边所说啊，这个这么多不可说，这么多的香水海和世界种，佛刹微尘数这样的多的香水海，其最近轮回山香水海，在这个最近呢，最接近轮回山又有一个香水海，它的名字呢叫不可坏海。不可坏海的香水海，这世界种的名字呢，叫妙轮坚错，莲花场世界种。咱们这个世界种啊，以一切佛的力量、佛的实力所出的因生，作为它的体性。最下方有世界名，
最妙相，佛号变化无量尘数光，此上过十佛刹微尘数世界，与金刚床世界七等，由世界名不思议痴别庄严门，佛号无量智，此上与娑婆世界七等，由世界名十方光明妙花藏，佛号狮子眼光焰云，于此最上方有世界名海音声，佛号水天光焰门，诸佛子比天称宝蝶香水海外，次有香水海名焰轮鹤仪光，世界种名不可说种种庄严，此中最下方有世界名最妙香世界，最妙香世界上有一位佛在这儿教化众生，这佛的名号啊叫变化无量尘数光佛，在这个世界上面又过十佛刹为尘数世界，在这儿啊与这个金刚床世界七等要有一个世界，它的名字呢叫不思议痴别庄严门世界，有一位佛在这儿弘扬佛法教化众生，佛的名号呢叫无量智，无量智佛，又在这项上与这个娑婆世界齐等又有个世界名为十方光明妙华藏世界，这个佛啊的名号叫狮子眼光焰云佛，于此最上方在这个最上方有个世界名啊海音声，名字叫海音声世界，有个佛的名号叫水天光焰门佛，诸佛子普贤菩萨又说你们各位佛的大弟子比天成宝蝶香水海，那个天成宝蝶香水海的外边次有香水海，其次又有香水海，的名字呢叫焰轮鹤仪香水海，这个世界种的名字呢叫不可说种种庄严世界种，次有香水海名宝尘露，世界种名普入无量轩，次有香水海名具一切庄严，世界种名宝光遍照，次有香水海名布众宝网，世界种名安布深密，在这个焰轮
春鹤一光的香水海里边，这个世界种呢叫不可说种种庄严的世界种。那么其次又有香水海，这个香水海的名字呢就叫宝尘露香水海，世界种的名字呢就叫啊普入无量炫的世界种。其次又有香水海，这个香水海的名字叫具一切庄严的香水海，在这里边又有世界种，这个世界种的名字就叫宝光遍照世界种，这个世界中常常发出一种宝光的光明，遍照一切世界。似有香水海，那么其次又有个香水海，这香水海的名字呢叫布众宝网香水海。在布众宝网的香水海里边有个世界种名字叫安布深密世界种。讲经的法会啊，你就听得懂听不懂，来这儿听经呢、啊、都有不可思议的这种好处。我记得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个聋的老居士，他60多岁，耳朵聋，根本呢说话他就听不见，所以我讲经啊讲什么他是听不见的，但是听不见他也要来听，也要来听经。那么他聋，一个聋子来听经，这也不算一回什么事，但是他60多岁呀、啊、还要爬一个高山，这个山呢有300多凳呢，这个石级，他那么年纪老也不怕这个山这么高，爬上去啊去听经。那旁人讲经呢很奇怪，他不听啊，在我讲经啊他听不见他也要来听。有人就问他你听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听什么，就这么妙。但是有一天，就是5月初2那一天，他正在是听经呢，就听大家念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哎，他听见了，他听见这个人都念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他听见这么这一句，由此之后他这耳朵聋的病完全好了，就不聋了。那么这个呢就证明啊他有一种诚心来听经，听不见他也要听，结果就把这个聋的病好了。聋的病好还不算，那么他还有一种呢特别的奇怪病，也因为小佛法就好了。什么奇怪的病呢？这个病啊说出来人人都不相信，因为太奇怪了。那么怎么样个奇怪法呢？他得这种病呢，那真是有恶鬼在他肚子里头帮着他吃东西，所以他每逢要一个钟头他就要吃一顿饭，一个钟头就吃一顿饭，一天呢最低限度也吃8、9餐10几餐这个饭，如果不吃呢这个肚里就不答应了，这个肚皮啊就不答应了，里边呢
就觉得饿得不得了。因为什么他饿得不得了呢？我告诉你，他虽然是一个人呢，一个老年人，但是有三个魔鬼来帮着他吃饭，帮着他吃饭，在他肚里啊，他所吃的东西呢，不是他自己吃了，都是这个魔鬼来帮着他吃。所以他得这个病呢，他觉得是很奇怪的。咱们就看医生啊，看西医啊，检查说是没有病，看中医也不知道是个什么病啊，都看不出来，说他没有病，没有病，但是去看医生，医生也要给他药吃啊，就吃药，吃什么药也不好，还是啊这个恶鬼的病啊天天跟着他，所以每一天他要吃十几次饭啊。那么但是这样的病呢，我那讲经他还去听去，这时候他能听见了，还去听啊，讲经讲两个钟头，他听了一半的时候一定跑到厨房去啊，用一点开水泡一点饼干啊，就吃一顿，这才可以的，就这样子。那么这个病呢，中医西医都治不好。我本来知道他这个病，但是我也不愿意管闲事啊，我不单到美国这儿不愿意管闲事，在香港已经啊不管闲事。那么有一天呢，我去大屿山，在大屿山下山，这个就是二月初七的一天，二月初八呢就是佛诞，我初七呀、啊、在山上下来，下来，那么这个人呢，他姓刘，叫刘果娟。每逢我不在西乐园寺的时候啊，他就去西乐园给看门口，和这个果平呢两个人看门口，因为果平一个人呢他害怕啊，怕有什么鬼呀、啊、把他抓了去，那么就找这个刘果娟来陪着他。啊，我从大屿山下来，这个时候就在上午啊十点半钟的样子，咱们那个刘果娟就对我说了，他说：“师傅，我肚里头有人说话。”我说：“怎么你肚里有人说话？是不是有小孩子了？你已经六十多岁，还会生小孩子吗？”俺们，他说：“不知道呢。”我说：“他说什么？”俺们他就说：“他说我一早去用这个饿米面，饿米面呢就是一种粘的这个米啊，sticky rice， make powder， this make use this powder make a cake 啊，做这个饼来吃。这个饼呢广东话叫薄仓，做这个薄仓来吃啊，他做自己做好了就拿来吃，拿来吃呢肚里他就说话了，说是啊我不愿意食个的啊，广东话说我们中医食个的啊，就是啊我不欢喜吃这个东西啊，I don't like eat this one 啊，因是肚里，他肚子里头就这么讲话。那么他听见肚子里他这么样讲话，他也就说和他就answer his question， 他说你们中医十个的是没也口气吃饱了就得了嘛啊，这是广东话，就是说
你不欢喜吃这个，那么你想要吃什么啊？你就吃饱了就得了嘛。啊，他对他这说，但是他这个说，他这么说话呢，这肚里头也不再讲话了。那么但是他是听清清楚楚的，这个肚里头有一个人会说话，回来告诉我啊，说他肚里头有人是会说话。我就告诉他，我说好了，你这个肚里头这个小孩子已经会说话了，应该生出来了。你今天晚间呢，回到家里，在半夜12点钟的时候，你在佛前呢上一支香，然后啊，你看看有什么反应，有什么情形。这么他回去啊，晚间半夜12点才上上了一支香，上上了一支香，他就在那说睡着了，也不是睡着，说是做梦又不是做梦，他就看见呢，从他肚子里头果然就生出三个小孩子，出来三个小孩子，这三个小孩子都肥肥胖胖的，很精神的。出来干什么呢？他又看见了，又看见韦陀菩萨拿着这么一碗面，这么一碗面呢，这个面呢热气腾腾的啊，很好的这个味道，他自己也闻到这个味道。这个三个小孩子出来呢，就吃这个面，吃这个面呢，被韦陀菩萨用这个手抓着啊，他们三个的耳朵就给拎走了啊。拎走了之后，他自己觉得这个肚里头什么也没有了，空空如也了啊。可是从这个之后啊，这个肚子再不饿了，再不需要吃这么多次饭了。那么他这个病啊，一开始怎么样得的呢？也就是晚间呢睡觉，看见三个小孩子，这三个小孩子都是这么肥肥胖胖的啊，三个小孩子，看见那么三个小孩子以后就有这么个病，经过2-3年，然后这个病才好了。所以这种情形呢，啊，不要说外国人不相信，就中国人都不相信，说没有这么回事。可是你们要知道，他为什么得这么个病呢？就因为他在前生呢，也是有一个人得这个同样的病，得同样的病啊，人家对他说，他就说他不相信，啊，他说我不相信有这么回事，结果他不相信。旁人有这么个病啊，他自己在今生就受这种果报啊，也得到这种的病啊。那么所以听经啊，只要你诚心，时间到了就会有感应的。只想要知道说是这三个小孩子究竟是谁呀，大要其中就有一个你，要没有你，你为什么要知道他是谁？那么你既然想要知道，我现在可以告诉你，这三个小孩子有两个是这个在泰国呀暹罗缅甸呢常常有这种东西，就四脚蛇，四条腿的那个，在房檐那个地方走那个四脚蛇，一般人又叫它叫岩蛇，哎，因为它在房檐上走。有一个呢，就是一个青蛙、蛤蟆，一个是蛤蟆，哎，这个四脚蛇英文叫什么我不知道，这个蛤蟆叫 frog，
就是这么三个东西。那么这个三个东西呢，被韦陀菩萨拿去了，把他们放到一个地方。四，这个优婆塞果龟，他有啊，我们在佛教讲堂的时候，他就来参加暑假班，以后啊，就常常在这儿用功修行。他的父亲呢，在前年呢到伦敦去，那么和他两个人去旅行，那么他就发觉他父亲发觉自己啊就生了 cancer， 生了炎病。于是乎这个旅行呢就很快回来了，回来就治这个炎病啊，治这个 cancer 病啊。那么经过一个时期也没有好。我们在去年呢春天，就是 last year， 春天，我在香港啊，他打电话说他非要发愿呢，令他父亲不被这个 cancer 病呢死了。他们问怎么办，我当时啊就叫他念大悲咒。那么他就每天呢念108遍大悲咒。那么结果啊，以后他父亲呢这个 cancer 病呢就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没有。那么以后啊，虽然是在今年吧，今年病已经死了，他们是不是啊因为这个 cancer 病死的。由这一点呢就看出啊，虽然说 cancer 病现在没有药可以治，可以把它治好了，但是他念大悲咒令他父亲这个 cancer 病呢就没有了，这也是啊一个很明显的，人人都可以啊看得到的，这个大悲咒啊可以把这个 cancer 病治好了。那么他有这种感应，我恐怕还有人呢需要念大悲咒，所以呢对大家讲一讲这个情形。这个果龟的父亲呢，他 cancer 病都好了，那么其他的病也应该不会有，寿命应该长一点。但是啊，他自己放不下这个烟和放不下酒，那么和这个烟酒啊，开了合谷有限公司啊，做了这个 company。所以啊，咱们 cancer 病虽然好了，其他的病也会没有发生了，并且人的寿命啊也有一定的，那么现在他父亲死，还应该努力啊，修行，不应该啊，这个生退行，不应该退失菩提心。应该呀、要求释迦牟尼佛，那么生生世世都啊勇猛精进，不退菩提心，这才是啊对的。照常讲，晚间也是照常讲，因为这个华严经呢很长的，我现在病虽然没有好，我本来有病，病还没有好，但是我也愿意啊快一点把它讲完了。我相信讲完这个华严经呢，我就不预备再讲其他的什么经了，就休息了，retire。赐有香水海，名妙宝庄严床，世界种，名世界海明了音。赐有香水海，名日宫清净影。
世界种名遍入因陀那网，次有香水海，名一切古乐美妙音，世界种名圆满平正。你这边这个世界种，安部深密世界种。其次又有香水海，这个香水海的名字呢叫妙宝庄严闯香水海。在这个香水海里边，这个世界种的名字叫世界海明了音世界种。其次又有香水海，这个香水海的名字叫日宫清净影香水海。世界种的名字呢叫遍入因陀拉网世界种。因陀拉就是玉帝前边呢那个网，所以叫因陀拉网。第十天前边有一个网罗床，所以第十天就是因陀拉，他那个网罗床呢在他前边，很多的珠宝在他那个网上。其次又有香水海，这个香水海的名字呢叫一切古药美妙音这个香水海。在这个香水海里边有世界种，这个世界种的名字呢就叫圆满平整世界种。次有香水海名种种妙庄严世界种，名静谧光焰云。次有香水海名周遍宝焰灯世界种，名随佛本愿种种行入世等不可说佛刹微尘数香水海其最近轮回山香水海名寂寂璎珞衣世界种，名化现妙衣以三世一切佛音声为题。此中最下方有香水海名因陀拉花藏世界名发生欢喜佛刹微尘数世界围绕纯一清净佛号兼物质此上过十佛刹微尘数世界与金刚床世界七等有世界名宝网庄严十佛刹微尘数世界围绕纯一清净佛号无量欢喜光。其次又有香水海，这香水海的名字呢就叫种种妙庄严香水海。这里边又有世界种，这个世界种的名字呢叫静谧光焰云世界种。其次又有香水海，这个香水海的名字呢就叫周遍宝焰灯香水海。那么世界种的名字呢就叫随佛本愿种种行世界种。入世等不可说佛刹微尘数
香水海，像前边呢所说这个种种的香水海呀，有佛刹微尘数那么多香水海，其最近沦为山香水海，在这个又最近沦为山，这有一个香水海，它的名字呢叫寂寂璎珞衣香水海。这儿也有世界种啊，它的名字叫化现妙衣世界种。我们这儿呢，以这个三世一切佛的音声为题，以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这三世一切诸佛的所有的音声作为啊这个世界体性。此中最下方，在这个最下方啊，有香水海，有个香水海，名字呢叫因陀拉华藏香水海。这儿也有世界，这个世界的名字啊叫发生欢喜世界。有佛刹，有一佛刹微尘数那么多的世界做它的眷属，来周扎围绕它，纯一清净。这个世界是纯一清净的。佛的名号呢就叫坚悟智佛，在这儿啊教化众生。在这个上边过十佛刹微尘数世界啊，经过十佛刹微尘数那么多的世界，与金刚世界齐等，与这个金刚闯世界相齐等，有世界。这儿又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名字啊就叫宝网庄严世界。有十佛刹微尘数那么多的世界做它的眷属，来周扎围绕着它，纯一清净，也是纯一清净的。佛的名号呢叫无量欢喜光佛，在这一个世界上来教化众生。此上过三佛刹微尘数世界，与娑婆世界齐等，有世界名宝莲花狮子座，十三佛刹微尘数世界围绕，佛号最清净不空闻。此上过七佛刹微尘数世界，至此世界种最上方，有世界名宝色龙光明，三二十佛刹微尘数世界围绕，纯一清净，佛号遍法界普照明，诸佛子入世实不可说，佛刹微尘数香水海中，有实不可说佛刹微尘数世界中，皆一现一切菩萨行，摩尼王闯庄严莲华珠。在这个上边有过去三佛刹微尘数世界，过去三重这个佛刹微尘数那么多的世界，与娑婆世界齐等，和我们这个世界是啊相平等的。有世界名宝莲花，
有一个世界名字叫宝莲花狮子座世界，有十三重佛刹微尘数世界，做他的眷属啊，来周扎围绕着他。那么在这个宝莲花狮子座这个世界，有佛在这儿啊教化众生，这佛的名号叫最清净不空闻佛。在这个世界又上边过七佛刹微尘数世界，过七重啊这个佛刹微尘数世界，很多的世界，到到啊这个世界中的最上方最上边，就第二十重，有世界名宝色龙光明，这儿也有一个世界叫宝色龙光明世界。二十佛刹微尘数世界围绕，有二十重啊这么多的佛刹微尘数世界，做他的眷属来周扎围绕着他，纯一清净，这个世界也是纯一清净的。那么在这个世界有一位佛在这教化众生，这一位佛的名字呢就叫变法界普照明佛，普贤菩萨，又叫一声啊各位佛的弟子。入世实不可说佛刹微尘数香水海中，像前边呢所说这个实不可说，有十个这不可说不可说这么多的佛刹微尘数这香水海的里边，有十不可说，又有十不可说的佛刹微尘数那么多的世界种子啊，皆现依一切菩萨行啊，那么皆依现一切菩萨行，现一切菩萨行，摩尼王闯庄严莲华而住，依着这个现菩萨一切菩萨行的这摩尼王闯庄严莲花而住，在这个世界。